听巫医说一个一定要看冀州疑云的理由。因为冀州疑云里面有我。听巫二，师寻卫和你有什么相似和不同之处吗？师寻卫就是我，我就是师寻卫。Q 三，第一次登上话剧舞台，你自己有什么期待吗？我不是第一次登台吧？我大学话剧毕业大戏登过舞台。Q 四，冀州疑云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，有什么想对观众说的吗？请大家一定期待9月24号王子奇版的冀州疑云。